为什么越贵的茶叶它的口感反而越淡呢？我只说一点你就会明白的，因为贵的茶叶往往就是那些春茶，春茶你越早去采摘，它的叶子就越嫩，这个时候它的越嫩的叶子它的内质就会越丰富，它里面含的氨基酸就会更多，所以我们喝起来会更加的甜鲜爽。那么那些比较便宜的茶叶往往就是一些台地茶、夏茶、秋茶，它的内质是比较缺乏的，它的氨基酸的含量也是比较低的，但是它的茶多酚咖啡因优惠相对比较高，所以喝起来就比较苦涩。